有八个主修音乐嘅大学生，毕业之后为咗好玩，组成一队净系靠把口嘅合唱团，目的系如人如己，用音乐将快乐传开去。點都係會可以 create 到一個好神聖嘅氣氛，我覺得已經有少少超越咗音樂單係悦耳嗰個層次咯，而係我透過音樂，我仲可以去即係接觸到呢一個創造者咯。唱 opera 的滿足感咧，就係在於你參與咗一個咁大型嘅 production， 係啦，唱咗一啲大型嘅名作嚇，咁呢個係純粹好個人嘅個滿足感係。我想可能对一般大众来讲，即是觉得一听到名字就哎呀古典音乐已经咪教了，我不想听了，这样即一定想一定是听完之后一定瞌眼瞓啊，不听很久跟着就不想继续听下去啦，这样。其实我们觉得有时候在古典音乐里面有很多都是一些很正的东西，只不过那些人是因为望而生畏而去 miss 了原来有这么多这么好听的东西。都受过严格的正统音乐训练，个个最少都专长一种乐器。中港乐有很多儿团的，有很多嘢，好多氹咧，大家都是不知道的。我喜意同很多人一起咁样去，喺咁多不同儿团之间去俾一些意见出嚟。咁樣啦，咁我喺裏面學到好多，譬如節奏上嘅嘢咯，咁都係從第二個層面去發掘音樂裏面嘅嘢咯。馮東而家幫緊教育學院製作教音樂嘅電腦光碟。年幾前，佢喺美國攞咗一個雙簧管碩士學位，不過佢對於主修嘅樂器已經意興闌珊。如果講得直接啲，其實可以話一個前妻咯，即係一個離咗婚嘅太太咁樣。曾經好愛佢嘅，而家咧再睇翻，我會覺得即係生命有好多唔同嘅方面，唔值得話即係單單放曬落去嗰件樂器嗰度，或者即係放曬落去用呢件樂器去做你嘅謀生工具啊，或者係即係佔你生命裏面太多部分咯。即係我唔想俾佢限制咗我自己咯。
基本上咧，你攞手莫扎特嘅作品去吹咧，你要吹到佢似莫扎特啦，即系似莫扎特嗰个要求，即系一代传一代落嚟，你要大大概概咧都要吹翻咁上下风格，否则咧就基本上可以话系错噶，有某啲自由你系冇嘅，譬如举例，吹咩作品，你基本上你都冇得拣啦，因为基本上就会系个音乐总监拣晒。咁佢揀咩作品你唔鍾意都要吹。佢终于由演奏严肃音乐嘅传统破茧而出，全心全意寻找自由自在嘅新领域。自己写嘅嘢会即係更加可以控制到那个风格囉，即係我鍾意嗰个乐句句尾。本来好优美嘅，忽然间我为咗做一个幽默嘅效果，我要大家做一个鬼脸整出嚟，咁冇人会话你错啊，因为我整嘅话呢样嘢系，咁基本上系自由啲嘅，自由好多嘅。如说亦好似房东咁，鼓起最大勇气，放弃优身厚职，转去一间中学教音乐。即係有少少把心一橫㗎，其實都有好多同事覺得我咁樣好傻下嘅，即係放棄咗份唔錯嘅工，咁然之後就全職咁樣讀音樂咁樣咯。咁其實冇乜嘢，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係一個好處嚟嘅添，即係冇乜人可以食完魚就仲可以食埋紅醬咯。如說一心想藉住教書去感染學生享受音樂。可惜現實是另一回事。俾我聽到你啲聲，我喺啲好孤獨嘅咁樣，自己喺度坐喺度彈琴，你聽唔到你啲聲，好傻啊！嚇，大聲啲啦！你唱埋啊！我唱埋，好啊，嚟啊！好啊！我預備 one two three。说话上堂就好似做 show， 学生就是观众，不过要花心思去吸引一班不是自愿买飞入场的观众就好考功夫。你 explain 佢唱完之后你好感动，即是不同咯，即是始终上堂那个形式就是上堂，只要我在他们的眼神那里望到他们是听我讲的，这个已经是相等于基星人的欢呼喝彩声那么精彩了。真正的欢呼喝彩声唯有留待舞台上的演出。在水中央是我们个团成立的时候第一首歌曲来的，咁好有意义，对我哋嚟讲系。我哋喺中間做啲手腳咯，咁啊保持佢個優美之餘咧，我哋喺中間就攝啲自己嘅風格落去咯。我哋唱翻嗰啲伴奏嘅声部出嚟嘅时候，我哋又左膊头摁，右膊头摁，只手喺度捽下捽下咁，有少少三不像。咁正系因为呢种三不像咧，台下嗰啲观众就觉得好好笑啊！
咁樣樣就創咗個路線出嚟啦。其实咧，嗰段间奏咧系一个扬琴打出嚟，咁咧我就唔识扮扬琴啦。第一，第二，我就想做个夸张嘅效果咧，就我就即系一于就捻住把声扮二胡，咁仲要系扮嗰啲好拉得好奔放狂嘅嗰啲二胡，咁同个原曲有个好大嘅对比咯。吓，咁好似细路仔着大人衫，或者大人着细路仔衫咁样。一个由四男四女组成，冇伴奏甚至用口技模仿乐器嘅合唱团，四年前成立，希望改变到普罗大众唔再对音乐厅望而却步。我谂我哋八个人净系用人声呢样嘢，其实已经系好特别、好吸引噶啦。净系要用人声嚟到唱晒有咁多部嘅嘢，又要扮埋乐器，我谂呢个已经系一个技巧咯。单系呢一样嘢，咁已经系令到首流行曲变咗，好似有难度，有啲难度喎。可能，又唔同一般咁样咁简单咁样唱。而家做紧嘅嘢系比较观众日常生活会接触到嘅，佢容易啲去接受咯。而传统音乐唔系唔好啊，而系佢哋嘅基本知识唔够咧，嘅佢欣赏嘅时候就会有困难咯。但系譬如我哋用把口唱，系人都有把口，系人都响冲凉房唱个歌噶啦。咁所以可能对于佢哋嚟讲，佢哋会容易啲可以即系觉得，佢幾得意喎！原來有把口，但係唱出嚟可以咁得意嘅咁樣。即係所謂啲用口嚟扮，其實點樣學嘅先？我哋冇貼過呢科。大學好好嘅喎，好啊！佢如果扮鼓嗰啲咯，咚切咚切咁咧，個個都做到噶啦。即咚咚嗰啲都得噶，係啊。单靠把口就可以有音乐，如说用合唱团这个理念去带小朋友进入幻想乐园。叫他們嘗試一下發一些不同的聲音，去試驗一下試驗一下，原來把聲音可以做到那麼多東西的，樣即他會覺得這件事很有趣，他不會覺得唱歌就是坐在這裡個琴響他就唱了，不是的，原來當中還可以有很多有趣的東西。 One, two, three, 一下子。这首音乐收录自非洲一间邮局里面发出的声音，由最原始最简单的工具造成。咁佢哋因为全日咁喺度做工，好闷啊！
咁咧就即係成日都做埋曬啲咁 routine 嘅工作，咁佢哋就產生咗一種音樂啦，即係類似啲工作音樂咁啦，咁就一路打住音，一路吹住口哨，加埋嗰啲 chop chop 聲啊咁樣樣，咁就好有節奏感嘅喎。即係呢樣嘢，我覺得好好玩啊！即係可以俾人知道咧，喂，原來音樂唔係真係你要學過入過音樂學院讀啦，咁先可以有音樂嘅喎。可以原來音樂係咁周圍隨手咧就可以拿到噶啦，但係好好聽嘅喎。是不是算不算算的是不是即如果我加上我现在一双手而已，如果全一家人我在负责一个，另外一个在负责第二些 page， 再加上有些人喜欢唱的唱吹口哨吹口哨，这个已经是你拿起手已经是音乐来的了。我们就希望纵原始的就是连外界的东西我们都不遮阻。手提電話嗰首本來是巴比一首聲先，咁係好多電話都攞咗呢個 theme 嚟做，即係做電話聲啦。咁成日都會聽到啦。咁點解會將佢改咗做唱咧？其實個 idea 係啲鬧交嚟嘅，即係班人喺度鬧緊交嘅，係用呢首音樂鬧交。有很多人去聽音樂會，但是又不懂開機，他會在那裡響，他很即是破壞了音樂會。譬如用這種輕鬆的手法，可能他們印象會深一點，即他們都會知道，哦，原來我們平時聽到的電話聲原來是八角的，可能給他們印象都會深一點，因為生活化一點的東西。大風暴費拉正面吹襲工作，曼聯贏南華2-0。单靠把口就可以有音乐，单有音乐就可以快乐。合唱团慢慢仲发觉，用音乐寻找快乐，无分界限。我哋成日讲笑话，开 concert 好似我哋仲开心过坐喺度个版观众咯。系啊，其实要最紧要我哋觉得一嚟，我哋拜嗰阵自己系好开心咁样，我哋一定要感染到我哋自己好开心，我哋先至可以将我哋呢份嘅欢乐带俾人噶嘛。其实我谂我哋最开心，我 enjoy 我哋夹嗰个过程啦，我哋哇拎到有新抱啦，我哋研究啊、read 谱啊、唱啊咁样。后边。像似欢乐波响台，我要共你分，我要共你享，种种的欢畅。我哋当系好玩嘅话咧，你当每一个新抱就好似买咗副新嘅游戏出嚟咁。我哋揭开一副新抱就好似开一副新嘅 games 玩咁样样。叫你愉快开朗，耀眼啦啦啦啦啦。等我用呢个对唔住啊。啦啦啦啦啦。嚟到呢度，你系可以完全忘记咗你嘅工作啦，你嘅功课压力啊，做嘅压力，你可以完全忘记咗。呢样嘢，一个系属于我八个人私有嘅空间咯。最甜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哇，好靓！这里上课穿的这个都靓。来啦，与我很可爱。好，你了，你了。今日我哋合作开音乐会啊，出 CD 啊。跟住開始有啲大大小小有啲團體會認識我哋，請我哋去唱一啲嘅即係一啲嘅 occasions 啊咁樣。咁我哋覺得呢啲都唔係我哋
我哋初头谂嘅。咦，原来我哋自己几个走埋一齐玩一啲我哋中意嘅嘢，原来有人认同喎，唔系净得我哋八个傻更更咁样中意啫，即系仲有其他人会中意噶。原来而且发觉越嚟越多人接触过咧，都中意噶，咁系呢样嘢开心。你冇谂过红咩？我哋讲到底，即系集得埋一班人咁样去玩呢样嘢，都系想开心啫嘛。咁但系如果有朝一日我哋因为任何嘅情况之下系冇咗开心呢个元素咧，我就宁愿唔玩啦。即系如果譬如我哋真系红咗，红到飞起啦，赚好多钱，咁但系唔开心嘅，原来行埋年歌已经系即系大家有心病噶啦，系例行公事咁之类，咁我哋唔玩咯。咁譬如再讲远啲啦，你如果商业化咗嘅时候咧，咁变咗钱咧，即系譬如个音乐个利益咧吓，钱银上面个利益咧，就可能占个比例会太重啦。咁即系话你写啲嘢咧，一定系要啲观众。是受落喂要賣到錢嘅先得，咁可能咧已經失咗我哋嘅理想。其实用把口有咩好处啊？用把口嚟做携带，方便。只要你唔系伤风感冒嗰派就得啦，咁都几方便。但系伤风感冒嗰可以长老啲嘢。唔记得咗添。即係可以行埋啦，冇約過練歌，總言之齊腳就可以喺邊度都唱得噶咯。處不長啊！係啊，真係。